木材是有生命的，也是有个性的，我们必须尊重它们。泰玛吉塔的木材储存仓存放着来自世界各地的紫青木材。北美阿拉斯加的西里卡云山产自海拔1500米以上的原始森林，这种木材是极佳的吉他面板材料，也是目前全球吉他界通用的一种面板木材。黑檀作为高端吉他上使用的纸板琴码材料，非洲桃花心常用在吉他的琴颈和背侧板上，是一种非常稳定的材料。印度玫瑰木是制作吉他背侧板和纸板琴码的常用木材，目前是世界上通用的制琴材料。马达加斯加玫瑰木是泰玛手工吉他经常使用的木材，在储存仓库每天会对存放环境的温度湿度进行监控与调控，保证良好的通风性与干燥度。